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金刚八节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必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咱各位现世同修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继续来解释着《金刚八节波罗蜜经》。再三的强调，这部经是佛陀在天上世界，在金刚界、梵天界，如来。的所在咧，来交代咱未来世间出世的人，未来世间转世的如来菩萨，咱若来到世间的时，会拄着什么款的灾难，拄着什么种的烦恼的时，咱着如何来闪开，如何来降服烦恼的心？所以咱伫世间要幸福的心足细个，足细足细，因为世间八万四千种个烦恼，嘛有八万四千种个欢喜啊。所以啊，佛金刚经安尼开始啊，应无所住，自生其心。咱伫世间会拄着真济烦恼。但是呢，咱要解决烦恼呢，唔是干咧一项会当解决。比如讲，我欠钱来还钱尔嘛，我工课做不好来做好尔嘛，啊破病就来找医生吃药啊尔嘛。哦，这种种呢，咱要顺其自然以外呢，爱有智慧，咱一定爱有智慧，有智慧人讲话呢。未去伤别人，无智慧人讲话，卖讲都无事，哪讲出来就伤别人。哦，所以咱有一句话，狗嘴内底莫得射出到，什么个？哈？狗仔嘴无得说出好话啊，嘛无得说出笑话啊，嘛无得说出良话啊。所以讲，伊咱要伫世间后几十年中间，咱拢归国主王禅老祖师尊，甲咱三句尔：受口、受心、养灵，这三。三句六字六波罗蜜，无简单嘞。啥物受口有呾好意，讲一句话，啊，有个人伫听话，哇，伊就歪歪过，歪过过去听话法。人讲个好个，伊就想歹；人讲歹，伊就要甲拼死死。人讲咱歹，咱袂晓要反省，要检讨。人讲咱好，人讲在甲咱糟蹋。哦，这种人，伊过去生生世世，伫世间拢无证着
神经、耳的筋、耳根，无正着耳的筋，人伫讲话，伊拢电脑在听，背背。眼的筋、眼根、六筋嘛，眼耳鼻舌身意、意根。哦，咱眼的筋，你看人拢浮浮，有一天咱就小拄，看了无去。有一天咱就会烦恼会小崩，所以咱伫世间，万项代志拢是伫教人教育，即使一个气质人真艰苦，伊一定有伊艰苦的原因。第一，福报因缘无够；第二，过去生无修；第三咧，吼，即生嘛无修；第四咧，吼，智慧。无够啊！第五咧，有诶要食唔妥痰，反正足济拢有诶。只以一生百万事情这么歹，伊拢只以一生无其他诶歹习惯，都甲百万事情这么歹安尼啊！啊，虽然看到咱爱国，我捌讲过，我较早我一个老朋友，当时咧看台中市。合作大楼对面，看到当一个出家人，提出一个钵，伫遐咧。我遐朋友咧，老朋友咧，讲，对啊对啊，迄日我来甲伊结一个，我创啥打者？伊讲咧，回收伫遐咪真啊假？你啊管他真啊假，现出家上就真啊啦。伊就一工咧，我就去市内，去咧，伊要甲落咧，就我提出来。六十块起来，摕十块起来，一进厝而已啊！好，我朋友有够硬啦！那么多阿公阿公，那么这个法师就喊用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！歹势啊，罪过！我同我阿哥一十块我落来，落来阿弥陀佛，罪过嘿，罪过罪过，一个摕只三十块起啊！无人啊，你嘛无安尼，无啦，敢若话无啦，伊就安尼变。到尾法师讲，阿弥陀佛，最高最高。你若无善者，我你善来个割开，叫手术个割开，到达百外块。善者我你善，即句话足厉害哦。转来呢，百外块足欢喜个。人咧讲哇，我叫迄出家人修行人，我布施偌济，伊话咧，人伊甲布施安尼，我还要修啊。真个事业，伊就做营造的嘛，做营造开始完工就去修龙，修龙咧，完工弄完工。就去定清病医，一个脚断，一个手断啊，迄个开的袂少钱哦。佫有偌久咧？因家就倒呀，又佫跌着人，又佫跌死。摔啦摔者有够功夫啦！迄个时阵要去找回收无摕了啦。咱开始种着恶根、歹根念头，咱的口业念。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嘛，六条根嘛。种住善根，种歹的根，甲种好的根，完全差天下地。到尾我的迄个老朋友咧，都事业失败，到尾唔知啥一年，无两年，烦恼甲死翘翘。迄阵有个找我，我老张老张的，咱来找迄个回收好无？我好啊，行来去啊，上个拢无坏啊。这是啥？迄毋知啊，是阿罗汉，要来教是这个人，我这个老朋友。所以讲呀，咱口业个念头真厉害。所以菩萨行因嘛，众生行果。咱因就是爱有智慧，
众生行果无智慧。咁啊，我嘅朋友咧，嘛真乱谈。迄个时阵我还未修行，我还未破病咧。啊，对迄个嘛想对我想教育啊。了来，我开始破病学修行以后，我说啊，我这朋友这代志得教死我。哦，这启发我，咱以后对任何一个人，咱莫出这嘴，恶人伤人。咱的念头，你莫想我要甲创治。哦，眼耳鼻舌身，身有归因，苦的叮当。我去甲来一块落咧，伊十块我提起来啦，这就身嘛，念头嘛，意念嘛。生六根无净就是安尼啦，六根无净就胡乱来，四界伤害人、骗人，迄不是佛所正主成经，迄是魔所魔所正主恶因。所以各位，咱来正成经就好啊，恶因咱唔通正，咩啦？咱佛祖。在世间四十九年的说法，伊从来唔捌去骂人，唔捌批评人。但是现在咱的一挂人政治人物嘛好，或者各种阶层的人，真容易讲抹黑。啊，抹黑咧，迄个正恶根，幸福六根，正咧六条根，两百个根。我落来是啥？拖出去，了了就烂去啊，人就会凋零。所以咱人是啥物件？难怪咱的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啊甲的师兄神秀大师，神秀大师呢教化咱世间的人大众。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意识好勿使惹尘埃。辛苦是讲求啊，心呢那就得大，心时呢哦勤不去了清气，莫惹着尘埃，就是我咱这人辛苦。六根眼耳鼻舌身。咱的意六条筋，恁看嘛啦，恁有六条筋的无？哦，筋门遐只一条筋呐，哦，迄个酸抽疼是一条筋尔。啊，咱有六条筋，眼的筋，目睭所看的，你欢喜，你就欢喜；所看无欢喜的，咱就诽谤一大堆。耳根，咱听的，哦，迄个耳根筋。皮啊，像现在檀香的，你咪做香的，我发这足奇怪，今日一波咧，咱切了禅堂，哦，这点香、熟茶香，比再过个香，我想可能咱诸佛菩萨有供养，咱才敢咧加持，哦，比所取之一斤。咱有的人凭着我三寸不烂之舌，骂别讲骂去，三日经个教错，伫道场咱嘛有同修，哦，咱遐咧弟子，啊，讲话真无水准无道德，啊，对人做啊三日经一骂，因做讲家己无冤无仇，你啥物讲错？直直骂，直直骂，直直骂骂。含休困都唔知影休困伫里面去，家己感觉真牛，咱真侪这种诶。啊，恁伫社会上，恁练，恁伫社会上伫遐练领导诶代志。既然这个唯心中诶大门，爱看着心，所以时时勤拂心。啊，心如明镜台，咱的心是垃圾诶去，咱来去了清洁，反省忏悔。咱就无应该讲，了了伫道场咧修行，咧要修心啊，结果要三日经直直讲错，直直咩？
啊，无直直增加一日去，互人一个空间，要人去甲死，倒甲死，结果各位爱注意，互咱共知识个，你无了解伊个总经元，你共知识有啥意义？所以咱个知爱作注意个，三寸不烂之舌，互咱就有信道先生，好，伊就爱骂。哎，你一条政党无同款，阿某的政啊政党一个拿一个力，阿妹一届人要选举的时候，阿某就逐天都去冤家，阿太太呢嘛真有理性，结果先生啊，好真无理性，直直骂因某，直直骂，头到尾就直直骂。有一天我去因家落火的时候，伊在遐就要看，因为呢。伊在骂因某，骂因某骂到足功夫诶，因为要算计嘛。啊啦，某是蓝色，先生是绿色，吼骂到无一个对啦。好啊啦，哪有啥好骂呢？啊，你在食面，人咧食面，你发烧，你也不了解真正民主的呀。啊，对某你嘛莫安尼个，因某会作生气个。好啦，谁在咧骂啦？嘴贱啦，乱只过来讲啦。我跟你硬起来时啊，老师叫我，迄个恨心意念。第六阶段啊，第六条筋进入到伊个刺筋、刺筋内底啊咧，哈，算计了无偌久啊，哦，都换这个信徒先生开始讲话，都怪怪啊，到尾真正是生癌烂去，啊烂去，迄阵我去搬起上就是啊，来看刺筋咧。一半了尔，剩的呢？哎呦，像晒黑糖内底遐个物件，有够歹看。哦，所以讲伊，这两下我都无种着神经，拢种着恶筋、歹筋，筋就烂呀，刺筋就烂去啊。啊，所以讲伊，阿母特最不要为着政治的问题，互相都拼生死。这件代志我看一个咧，心就难过。人是安那承受家己讲，哦，我真好骂人，你都咬呢？唔对起啊，千错差万错，爱互相少尊重。咱人拢是拜翻天界，金刚如来来转世伫世间，咱本来在互相少尊敬、少尊重。互相来修精进嘛，咱是安尼用咱的嘴要讲咩？所以诸神经叫咱六根爱正善的六根，唔是叫咱正歹的六根。啊，为呢身辛苦，辛苦的根啊，啊为了无介意就人拍，惹到人抬，哦，惹枪要人枪杀，迄种人拢无好味。伊已经违背着天理，你要抢人，要打人，要伤害别人，你要了解，和你伤害的人后边，伊有1250个守护灵，还有36000个神将，那么伤害的人一定较衰，互伤害嘛衰，但是穿起来。半斤甲八两，互伤害着诶，咱来反省忏悔。要伤害人，会当让人就让人，咱无必要结结一个恶缘。结果，所以互相相伤害时，六根拢侪发，根拢弹出来啊！诶，目睭叫国国，变啥事？耳拢无听到外口人伫甲劝。鼻啊，缩起，
赢起来啊！哪像狗要相加，虎要食人啊！赢起来，先赢起来，吐出来啊！吐出来嘞，家己切气，哦，辛苦，动作都出来，意念一定要拼生死。这六根是非常危险的恶根呢，所以各位爱念佛啊，爱念佛，要修补这个六根，会当和真正变作善根的时，修心养性，和念佛真重要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咱的本性阿弥陀，南无今日回归。咱家的本性，阿弥陀佛是慈悲的。阿弥陀佛身是金色的，上好上好光明发光的无定论，别可完全五思迷，甘无定清四大海。我空中化佛无所益，化菩萨众也无边，四十八万度众生。九品含名定彼岸，这是咱每个人来这，咱的灵魂的形就是安尼。各位，咱的灵魂是啥？什么款？灵魂啊，灵魂，你叫什么名？灵魂啊，灵魂，你的形什么形？灵魂啊，灵魂啊，你有烦恼无？你有欢喜无？所以咱人的灵魂总共一句，叫做阿弥陀。咱的灵魂的形体，阿弥陀佛，像阿那后壁坐的阿弥陀佛，阿是灵魂啊，往生多座，几个神树往生多座，阿也也大慈大悲。所以咱爱修行就是安尼。我这回讲，我好难。如若道场，咱简进昌师兄还在，啊，我去台北咧，我都坐高铁，板桥车站伊咧在，啊，伊个夫人，咱个师姐，伊个足欢喜哦，我进入微信中话问以后，阮阿阿婆咧，啊，大家靠交集点，靠沟通啊，啊，较早咧。表达的方式都用正面强诶，啊，强加一个讲一个家庭无成家庭，迄是足痛苦诶代志。所以进入到老祖法门诶以后咧，心拢开去啊，大家总是继续安稳，囡仔嘛足乖。所以家和万事兴，家不和万事兴。啊，家和万事兴，静住善根六根。眼里皮下心意六根，家不和万世穷。咱的六根拢熬过吵过乱过东西啊，当然万世穷嘛。所以各位咱维新神师同修们，好，咱来读易经啊，来进入这法门。易经易就是交换，交换立场啊，最好的个歹。卖较好诶，吼、哦，这拢是一经一真理，所以咱用心来对光明诶光明念，咱认真来修持，万难代志尊善念，万难代志，吼、哦，咱会当远离着恶念，那么咱一定会成佛、成道、成有。大自在的菩萨啊，阿弥陀佛。